Hey, 大家好，我是志气，今天又来实战这个七夜怪谈的小钢珠啊，看一下我这边会不会开，有了喷烟的喷烟的，有机会，这台讯号超好的啊，我大概是人家放600转那边吧，啊我大概700多开的，还蛮幸运的。这是1:1的啊，大连开了舒服，继续连庄连起来。我还蛮爱玩这个七夜怪谈的，贞子嗖嗖掉下来，哎呦又变大只的，升格成功，大档演出。那加这一只的话就快万株了，等一下看它是怎样的，是超大档吧，超大档，对，超大档的话那就9000多株，还没万株，没关系，继续加油努力。这台我每次最高的记录都是大概3万多株，3万多株它就停了，明明讯号就超好的，未出现。那这台还蛮幸运的啊，我本来想说这台应该要挫赛了，我还赖客服。他妈的，我就不相信我今天打3台没有一台开的，所以我上面的分数很多啊，上面就是60分，算60转，60转的话就是一张小朋友，我直接给他开下去，跟他说再给我开5000，开下去跟他拼，结果还蛮幸运的。好险没有1000多转，因为这台我之前有不爽包台过，他妈的一直漏包漏包漏包，不然就是连一只就倒了，然后都很高转哦，都让500-600转、800多，还有1000多的，最高好像1600那边开，然后又骂包，我整个觉醒，这台狂打打好几天，几乎都有在打，整个。没有看到万株就觉得很神奇，有时候打小钢珠就是这样，无意间你可能开个招啊，或是1-2000啊就万株了，1万、2万、3万这样子。那我目前最高纪录就是4万多株而已，很可惜啊，其实应该要7万多株，因为我玩那个足球小将给我漏4万多株，讯号超好，我以为会再冲上去，突然就没了，然后后面又超短开，又漏一个3万多株，不给我连一起，真的是吐血，怪我小钢珠的人生记录应该就无法破了，7万多株真的是不可能再遇到了，我觉得。可能要再打很久吧，打好几年你也可能遇不到，不然就是要打那一种高爆发的台子，益丰堂，这个蛮多人推荐的，都还蛮会大漏的，我也是看过很多次啊，好几次都那种5万株以上。哎，红色的有 feel， 猫咪出来拉那个。哦哦，大的大的漏斗，感觉会开哦，这一只，看会对到几号的数字，对三保证开啊，哎，对三开了开了，这个稳了稳了，对三不会凹 ，OK 的，舒服啊，又超短开，你看他又把它用过去，然后这个期待度2颗星而已，假鬼假怪。15转呢、欸，我这台都一直短开。我本来不拍影片的、啊，因为我不晓得它讯号会那么好。
我刚才前面那三只的讯号是好到我第一次看到，就是我开牌之后连庄嘛，就是手突然掉下来，这个很难，因为正常都要有这种打架的演出啊。青蛙没颜色，然后我手掉下来之后，其实这个也还好，因为你常玩这一台，你一定会遇到这种事情。然后下庄第一转，手又掉下来，喷烟了，然后后面再下庄又第一转又手掉下来，最恐模式下来，有够扯，所以我才想说来拍个影片分享一下。小钢珠的实战也是很恐怖的啊，有时候要花蛮多钱。准备开牌，手掉下来，やめて！哦，脸好小哦，他不会开，然后会复活，信不信？没有，直接开，可能刚才有那个坠孔模式下来。那个手先掉下来了，不然他应该会没有开，然后后面又复活。这种台词都很会给鬼给怪，又是超大档，333777，超大档，看能不能来个万美啊！小钢珠1-1，还蛮有机会万美的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我遇超多次了。我已经学费缴到现在万珠了50几次了，然后3万珠的10次了，4万珠1次。你像我这种，我很爱打1-1的啊，所以万美对我来说很简单。打十漏要万美，真的太难了。然后又他妈累的要死，在那边按6小时、8小时。现在小钢珠身边蛮多朋友也喜欢打的，还有台友，可能就是方便吧，你就是在那边看就好，不用完全不用动手。然后也是有群友啊，就是给他开在那边，就不管他了，就直接睡了。起床5-6万珠，惊死，破了自己记录。这个我也是有过啊，但是我睡起来是没他那么多珠啊，我睡起来就10000多珠而已。万珠这种东西说难它也不难，但是有时候台词在鸡巴的时候就一直疯狂落包，很靠北。尤其是什么牙狼系列的，大家要小心哦，很常刷一整排肉包。还有什么绝狼啊，我们最近超多人在骂，他妈有够扯的一台。肉包就算了，都500转、1-2000转在开的那一种，整排高楼大厦，很像来到了杜拜，全部都他妈的高楼大厦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我打出来的这一只可以漏几珠，希望等一下还可以短开啊，因为有时候短开他要给你的话还会在万珠以上，就一直漏，一直短开，一直漏，一直短开，一直漏。他有时候不会一次直接给你，他会分批漏这样子，很神奇。现在目前看蛮多次这样分批漏10几万珠的，还蛮爽的。然后这一台我喜欢玩的原因就是，你搞不懂它什么时候会开牌，因为它没有那种珠子在跑，没有什么颜色。有时候其他一些钢珠台就是可能会有绿色、红色还是什么特殊的东西，你就会知道啊，这个等一下要开了。这台好玩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珠子在跑，然后手可能就突然掉下来。
来个红色就对到了，绿色这个几乎对不到，而且又一应该是对不到。果然，哎、欸，哦，这个有机会开，没有对到的话叫我按这个，这个我觉得蛮有机会的，再生。再生呛死，一直给它长压下去，然后就变彩虹，有机会彩虹哦！彩虹出来给大家看，没有哦，我讯号那么好哎，我以为这个会开，没有，这样就有点危险了。想说我前面讯号那么好。这个出来应该会再开，希望我不要这一只就结束了。有时候要听一下有没有奇怪的声音。看一下，赶快手突然掉下来也可以。刚才连续三次手掉下来超爽。哎呀，回到了教室，上面的手有点在动哦，不动了，不动了。第三次，再次，再次，再次。哇，没有，没有怪声音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不要绿色。队伍有机会哦，可是这个对不到。哎、欸，有对到哎、欸，要补给我了吗？他妈的，那只猫不把漏斗翻过来，哇，有两个手而已，白痴！看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这个看起来就凉凉。这个女生看到几乎都不会开。然后又这个更不会开，大丈夫，这个女生你只要看到她就很讨厌，很常看到她。Oh my god！ 拜托拜托，不要到这边就结束，上面的手给我掉下来，六连锁中。都没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来个金色警戒纹，不会吧？刚才讯号那么好呢？万珠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赶快换场景啦！怎么一直在教室呢？冷冷的、欸，下面那个按钮也要动一下就有机会。真的要狙狙了吗？狙狙思密达，啊呵，真的结束了，难得刚才讯号那么优秀，万珠之后就挂了。哎、欸，啊呵，白色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变红色，变红色，长压继续过去。
白色的问命没屁用啊！再过去，再过去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继续过去。喷烟，喷烟，再过去。这个再过去才有机会开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这个还会再过去吗？喷烟，正常到这里应该是会开啦，已经乘以三了。看一下有没有特殊的东西，大脸开了吧？哦，好险，差点下课啊！差那个十几转就下课了，十四转。阿弥陀佛，想说他妈那个讯号那么好，你突然冷掉。有时候钢珠好玩就是这样，好玩刺激。圣搭档这个我也蛮爱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会在那边吊手手，虽然不一定会给你很多珠，但是我遇到的话都有一千以上，有时候也会直接变两千多株，两个手手掉下来。啊，两颗星而已，一样会掉下来，因为不可能会霸包，不可能会五百多株就出去，正常都是一千零八十株结束。如果他真的不给你的话，就是1080就下课。但是这种状况我觉得还蛮少遇到的。来来来来来，继续掉手手。三个掉了。这个我觉得设计的蛮帅的。就是小钢珠。日本人真的很厉害啊，设计很多都那种很帅的。台湾怎么都没有设计一下，奇怪。台湾人应该要模仿一下。两个手而已，没开了。1485珠正常演出，没关系，我们要继续连下去。继续漏多一点，这1:1的，所以漏起来很有感，很爽。还有外震啊，3万株就有外震，然后4万、5万、6万、7万那种外震超多的，七连锁中，看一下。好险，最后那个问命喷出来，白色而已，还有开。我在外面遇过问命喷出来，红色没开，我可以接受。有一次给我喷金色的，金色没开，然后我在里面也是金色，那什么警戒纹跑出来，他妈的没开，我整个超傻眼。然后那一只就破千转了。整个人吐血，下面再动咯。第二次，这个我觉得几乎都来乱的，什么贞子接近，接你老母啦，干，每次都没在接近的，你看一下子就没了，我遇上百次了吧，那个接近都不知道在干嘛了。第二次，第二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哦哦哦哦。问命又喷出来了，应该要过了吧？要跟刚才的那种剧本，要照刚才的剧本走啊！白色的你就要过了，再来再来再来，继续前进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喷烟再次，红蛙继续喷，长鸭出来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舒服。
拜托喽，多一点回血一下。这个小钢珠真的有时候都打到上头啊，觉醒。如果说都一次给他开四台，俩拱开了啦。大脸跑出来，大脸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开了彩虹大脸。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没看靠没呢？彩虹大脸呢？啊，刚才没有这样你就开。啊，现在彩虹大脸你不开，刚才好像一次大脸还黑白的就开了、欸，你他妈是在哈咯？硬生生给我凹掉就对了。好了，我觉得没希望了，我觉得要下课了。刚才那种讯号没开有点扯，干他妈的不要垃圾啊！继续开哦，不然砸爆萤幕。来看一下有没有特殊的东西出来了。晕倒，刚才那个竟然没有开。哎，怪声音，两次、三次、再次，开了开了，四次。一直摇，一直摇，一直爽，摇杆按钮一直摇，对七吗？对五，我就应该开了。刚才那个摇杆一直摇，而且又大漏斗，然后他又把它翻过去，可是怎么只有两只手？你哪骂你？我现在声音没有开很大声啊，如果有特别的声音的话就开好了，刚才我没有听清楚，希望它会开啊，因为我对的数字是单数。喷烟喷烟喷烟，漏斗还在漏，喷烟哦，喷起来，有了，喷起来，漏斗还在漏，不要停哦，漏斗好像要漏完了，危险，漏完了，这里应该不太会开，除非再喷一次烟。哎、欸，好险有开，你看他妈的一次大脸就开，刚才三次大脸不开我都觉得很扯，三大脸不开，我还乘以三了。果然拍影片是对的啊，因为我的讯号真的太好了啊，刚才的讯号333超大档，刚才的讯号真的好到靠北，是我钢珠玩那么久以来第一次看到的讯号，就是我说的第一关手掉下来，第二关第一转而已，手手又掉下来，第三关又第一转手手又掉下来，然后第四关好像也是蛮短开的，现在一路冲到了快16000株啊，舒服。这个影片不晓得那个小钢珠的声音会不会很大声，因为我没有开很大声，我怕我开太大声讲话会听不到。所以哦，这个特殊的真人模式出来了，真人妹子彩虹的出来了，这个就是跟你说你等一下开牌的话保证又是大只的，超大档预告演出啊。但是这个出来不代表说你下一只会连庄哦，只是预告说会开大只，但是我看到这个啊，几乎都还会连庄，而且会还不错。按照我现在的讯号状况，应该不可能马上下课，马上下课就你妈猪肉了，是在哈喽傻眼猫咪了。
基尼，这些女生都很老了，因为这一台蛮久了，应该5年以上了吧。印象中这一台很早之前就玩过，但是都露不好，就是很难万珠啦，我觉得。我打这个线上真的运气还不错，随便有时候随便选一台就万珠了。继续先八连锁，他前面也还不错，都没有漏包，所以我才会想说来打这台看看，想说应该不会那么衰，我来打就漏包，好险没有漏包啊。漏斗拖出来没有？已经都没有那个手手突然掉下来了，奇怪了。之前我有一次漏3万多珠，就莫名其妙手手一直掉下来。结果也是3万多株而已，想说要超级大爆发了，漏斗拖出来又没有，然后讯号有点冷哦，30几转了还没打架，有时候50转内就打了3、4架了，然后又来到了教室场景。吃力了，加油加油，不要漏气啊，这一次开会大只的呢，50转，手掉下来，手掉下来，没有，绿色，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今天都很爱绿色，都没红色。欸，还有对到，好啦，有打架，有机会了。看一下几颗星，他妈有2颗，一直在2颗的，3颗也都几乎不会过，很难过啊。我学费缴了10-20万，只看过那一次，4颗半。然后就过了，这女生就我刚才说的，看到这女生就不会过，然后这个破马也是，每次就出来在那边逮就不，干他妈的又没喷烟，哇塞，现在有点危险，现在是比较期望他的手莫名其妙掉下来会比较好。这种状况就是讯号比较好的时候，嗖嗖就掉下来了，不用在那边打架、开牌这样。上面的手，哎，红色的哦，应该可以对到数字，变金色更好。红绿，红绿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对一单数应该会给我吧，漏斗翻过哦，四颗星，碎碎碎，这个应该会给我啦，因为他刚才有预告我这一支连庄会开大支，然后现在又对一单数四颗手，这个我也第一次看到，正常都是2颗3颗，大连大连，哎，没有大连。敢被凹，喷烟喷烟，拜托，漏斗还在漏，喷烟，
哦，有，应该会给喷烟的。漏斗还在漏，还在漏。这个再喷烟的话，应该就稳了。它的那种开牌率就会一直增加，慢慢的往上加。大连。然后这个不会开，然后就希望它再喷烟。喷起来，有了，应该是开了啦，就跟我预测的一样，这一只是单数的，然后开牌开给我，漏斗还在漏，这里应该会有大连出现，大连出现，开牌。应该没有再喷烟了吧？漏斗也没漏了，被凹吗？欸，太扯了啦，没开！干他妈的，没开四个手欸！而且刚才漏斗漏那么久，补给我了吗？这个补给我，红的，怎么绿的啊？欸，难得看到。四颗星的没开，傻眼，应该补给我。我觉得他出来这个补了啦，卖 gay 哦，再生呛死哦。等一下要全部变彩虹给大家看哦。现在在录影哦，妈的，刚才那个没开真的有点扯，要变彩虹了，彩虹出现。哎、欸，又没有，干太扯了，狂凹。之前讯号再好，这种出来都会开呢，好神奇哦。现在是发生什么事？硬要凹我这支牌，红色、金色出来，金色的啦。干他妈的，这种讯号你再不开就太扯了。讯号一直来，这个应该开了吧？这一次你前面凹我两个大讯号了没？哎呀，你怎么会停在这里啊？夸张，停在这里不肯开的啦，应该要继续长压才对。没给我长压，哎，有喷烟呢。没长压有喷烟，白色的字，红色，这个再喷一次烟，这个再喷，拜托，这个破吧，不可能开的，这个破吧，你看脸那么小，欸，他妈的又被打脸，干你这个破吧，脸那么小就开。他刚才讯号好到成这样，你不开，你是在哈囉打我脸，升格成功了啦，卖个 gay 啊，不可能二啦，升格成功了啦，傻小啦，他不是会变大只的吗？难道那个台有虎烂？欸？欸，那个台友说明明看到那个会开大只啊，啊，我又没开大只，嗯，台子坏掉，很扯欸，刚才要开大只的东西不开，变开小只的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好险，我有拍影片，再来问一下台友。印象大家都说你看到那个画面，真人比基尼出来就是等一下会开大只，就是连装啦，会开大只啦，但是不保证会连装。来哦来哦，两万株，准备吗？再开两次大只的就两万株了，两万株。
这影片不知道多久了。有时候小钢珠肉很多也是需要一些时间，但是比死肉快很多啊。死肉都大概六小时、八小时、十小时，看纯真。继续继续，嗖嗖掉下来。刚才那个太扯了，烂讯号就开了，早该开的东西一直凹到那种烂讯号，给我开牌傻爆眼，继续脸啦，不要机车哦，不要又给我冷掉。真的冷冷的呢，怎么那么冷？现在不是夏天吗？这么冷，干他妈的没演出啊！快三十转了，兄弟，振作一点好不好？这个白色没屁用啊，要金色啊！出来乱了你。蓝色没屁用啊，不要在那边乱啊，来个给力一点的讯号啊，擦塞了，又回到了教室场景，傻小，干，这个我觉得要下课了，这种讯号真的是超冷。你看刚才那种打架演出那么多，这一只就没打架了。五十转了呢，剩最后的五十转，快点，那个按钮要一直动啊，手也都不掉下来了，神奇！刚才明明都一直掉手。欸，有机会吗？没颜色耶，这个应该对不到啊，没颜色，没什么。欸，下面摇杆一直摇，按钮一直摇，没有对到。又是这个，这个总该开一次还我公道了吧，兄弟。他妈的，我之前遇到这个很会开呢，啊，你今天这个第三次遇到你还不开吗？再生呛死呢，这个要变成彩虹的东西呢，彩虹了啦，干你娘，超扯，你妹的完全不开。之前遇十次，那开七次有，今天没开半次，妈的！好了好了，下课了啦，这个不会开了啦，这种讯号马上就冷掉了。影片准备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欢迎留言经验分享。麦克 gay 啊，你这个对不到的啦，那个白色的而已，不可能的代志啦，麦克骗哦，欸，变绿色了，红色来下啦，他妈只会绿色，你看，绿色就是没屁用，欸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再生呛尸，看你妹的。你是要几次再生呛死啊？开给大家看好不好？
让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再生呛丝。这个开了整个变彩虹，很漂亮。有没有开了彩虹？哟呼，出来了彩虹，就是靠你救了我。圣大档 ，OK 的 ，OK 的，这个圣大档很 OK 啊。他妈的嘞，想说你这个再生呛丝，前面三次没开，一直打我脸，这次终于开给大家看了，不错不错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看他的演出啊。两个手不怕，因为第一关保证过。接下来这两关，看会不会继续过。刚才过到第二关而已。哇，这个讯号真的是被我猜到，马上来拍影片分享，快两万株了，这个也难遇到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台我打没多少欸，打2000而已欸，我开3000啊，然后现在还不到2000就开牌了，我想说不会开，所以我才要多开5000，过了四个手，四颗星，然后看会不会再两个手掉下来，就可以2000多株。应该是结束了。还有吗？真的有欸，漂亮，两个手掉下来。2160株，舒服，连过四关，20000株快达成了，再开一只大只的，刚好现在客服他们也在交班呢，交班中，大家都不能玩。不能开喜分啊，我这台最好可以一直漏到客服交班完成还在漏就爽了，上一下他们的排行榜，拿外证。漏斗拖出来没有，手在动哦，没动了，现在已经10连锁怪怪的，真的被我猜到，停顿太久了，有时候就会这样，突然停顿太久，他那个手就掉下来。哦，有有有，我这个讯号还在好，20000株达成，圣大档，没有，他直接又帮我升格，超大档20000株达成。22转开，舒服。超大档11连锁了，换男生来唱歌。哇，这个帅了，这部影片。志气可嘉，实战全记录。哇，这个影片超长的，我也不知道多久了，应该没有人看得完了。这么长的影片，
有人可以看完吗？好像大家都比较喜欢看虞姬，不管多长都可以，都叫我拍久一点，拍半小时一小时很累啊，累是一个其次啊，主要是口袋不够深啊。他妈那个虞姬很恐怖啊，那个四洞全开，让一趟过去那一两万就没了，有时候觉醒都压很大，真的太恐怖了。虞姬十几分钟就很猛了，跟你讲。然后有时候压太小又被靠背，压那么小，一堆嘴炮仔就不相信你可以压多大，他妈的！然后叫他分享影片、传照片来看，然后都没声音了，就没有再回应了，只会在那边出一张嘴。两万多株了，好爽哦，好险！不然我打其他两台都没开啊，现在全部赢回来，还倒赢。加油加油，继续露起来！看一下这一关会不会手手再突然掉下来，怪怪的哦，红色红色漏斗还在漏，有时候打钢珠，你就是要看它的哪边有没有怪怪的，还是有特别的声音，就是有机会开牌。啊，有一些是确定会开。三颗星期待度，这个女生很少看到，应该会开吧？长发妹子，这个我记得不好看到。因为它里面的那种女生也是有差，哇，小脸不会开了，小脸，喷烟一下，喷烟一下，没喷，三颗星你他妈还不开垃圾，十二转而已呢，应该来个超短开嘛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再来，怪怪的吗？欸，怪声音，两次，三次，三次，还不够。哦，有欸，还有，难道刚才是有四次？欸，真的又突然手手掉下来，超爽！最爱手手突然掉下来，不用在那边打架，打架都在那边给鬼给拐，讯号很好，然后也不开，变三吗？没有，变一。圣大档，圣大档也是 OK 的啦，因为至少都一千株以上。哦，这一台很久没人打了呢，可能觉得会很高转吧。好险，我不怕。我有时候打钢珠就是他妈要跟你撞出来，看你这一支牌
有时候会很好奇，然后有时候好奇就会那个让你重伤脱裤。我现在最高好像有达到，然后1800多转，1800多转才开，然后有一次是达到快2300，但是那个是群友放给我的，他放好像1300还1500给我吧，我想说好吧，那我就把他撞出来，帮他报仇。手手继续掉，看会不会这一只又给2160株。继续继续，哦，这个过了过了，四个手。有时候钢珠它只要讯号就是很夸张的那一种，好到爆炸的话，我觉得都会爆管。我遇很多次了，就是你平常不是这样演，可是它却演成这样，正常都会万珠以上。个人经验嘛，你看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状况，我打那么久没有遇到，结果这一支牌直接已经来到了快23000株了，还没结束。不过现在张我已经满足了，这1:1，我已经快完美了。跟你讲，神韵准备来败家吃大餐。手手在动哦，没动了。我已经从半夜打到早上了。危险，没什么演出。按钮都不动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又是绿色，怎么变红色嘞？红色、金色来一下嘛！怪怪的，在动，在动。哇，没了吗？哦，碎红色的，有说就有，红色的保证对到，开了开了啦，单数五，翻过去，碎，三颗星，看一下这边。这里我觉得很难开，看等一下会不会喷烟。
小脸不会开了，喷烟喷烟喷烟，在这不喷烟一下哦。哦，有有有有机会有机会，喷烟了。嗯，大脸哦，没关系，喷烟喷烟，一次大脸没开可以接受。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开了，他要给我，应该是开了这种讯号。我前面是两次吊手手的讯号呢，不可能到这边就下课了吧？来个三大连，一大连，哦，好险，一大连就开了。舒服？难道有机会又让我三万株吗？三万株外增四千分啊！练的，来个盛大档演出。这一台超久没人打了，放一整天，没人敢打。刚好被我打到了，舒服，万枚达成，2000块就让他万枚了，不到2000，财源广进。所以我最近喜欢打小钢珠就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小钢珠你要万枚的机会比石肉还多。石肉身边很多朋友打那种三五年才一次的，还有一个打了9年一次都没有，最高纪录9000多枚，你看他多衰。他不是没钱打，还是很少打，他是很常在打，就一个礼拜可能打3-5天有，或者是天天打那一种，每次都没有给他万枚。反而是我在他面前万枚过，我也觉得我蛮晒的。我几乎去很多间店都有万枚的记录。我算一下几间，1、2、3、4，大概6间吧。我有6间的万枚记录，真的蛮神运的。还有机会再掉手手吗？其实我觉得到1890株这里再掉手手也没什么意义。哎，又掉了，因为太多没多少啊！你看1890变2160而已，又没多多少。你看这个讯号很好，我连在这种盛大档都很多次这样连过。四关，现在目前是24975株。哦，这影片好长哦，我还想说要下课了，一直开。这一台我觉得很多人说我爆发力，但是我觉得三万株那边就差不多了，它很容易在3万多株就挫赛。怪怪的怪怪的，按钮一直动，狂动按钮，手掉下来。没有哎，想说你那个按钮一直动，应该会对到数字，竟然没有。要补了，要补了，要补了。
手手掉下来。没有，都是的呢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你手不掉下来？耍我啊！再来再来，乖乖的。变色变色变色，怎么都不变色嘞？刚才不是变红色的，现在都不变了。三连锁中，贞子冲击都没出来了。该有了吧？对一下数字啊！还是没有？难道要到这里了？准备下课的讯号。按钮赶快动一下，那么安静都不动。突破三万大关了呢，突破不了，就再开个大概三次就可以了，三次大支，哇，这个看起来真的没 feel 了，凉掉了，一次打架都没有了，扯爆。都过了快八十转了，好吧好吧，我也累了，你就下课吧。欸，那这时候这个喷出来，我他妈才说你就下课吧，你又给我喷出来，红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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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又绿色？对，到了。赶快翻过去，睡翻过去，哇，两个手手，危险，蓝色禁止，喷烟喷烟喷烟，喷烟睡睡睡喷烟 ，next 再过去。继续喷，继续喷，这里也不会开，这里不会开，你要再喷。下面按钮动一下就喷了，都没颜色，喷了，喷了，喷了，干哪嘛没喷。一个大脸，两个。两个不会开，正常的正常的。好了，下课了啦，他这个也不给我，表示要下课了，剩二十几转而已。因为刚才是绿色对到的，其实没什么期待度啊，怪怪的哦。
他妈的，手没掉下来，停得不够久。最后快十转了，还有机会吗？会再打架吗？挫赛了。这里都超难开的，几乎就是宣告结束下课了啦。这个，金色不会吧？最后急转金色的，再来，金色不一定会开，你要有其他讯号再来。干他妈的，红色再金色警戒文，红色对单数，看是什么演出。干，难道真的要再开了？漏斗不翻过去，他妈的两个手而已。干，小漏斗两个手，这个金色出来不要太期待，因为这个金色警戒纹都不一定会开的，很鸡掰。翻过去呀，对啦 ，next。拜托，再一次喷烟，再一次喷烟，我就相信你会开。喷烟哦，不要急掰哦，红色没屁用啊！喷烟，干一堆痴汉在那边跑，一堆他妈死变态，他要偷看他内裤。喷烟呐！大连哦，好险开！他妈的一个大连黑白的而已，神奇拉回，也不算拉回，就是神奇的让你又开了。杰克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，超大档，三万株有希望了，有希望拿到外证了。快挣4000分很多啊！客服还有25分钟交班完成。真的是好几次都那种超危险。真的小钢珠很急掰啊，有时候就是一直凹到你整个高血压都快中风了，脑中风。然后刚才也是想说没希望了，他又开出来，所以小钢珠才能造成日本人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吧。因为它的讯号真的就是很多时候都会让人猜不透，你觉得很好，他妈的却偏偏给你漏包，或是你觉得有机会再短开，然后就一两千转还不开，或者是它前面都是一直柱子，你想说应该不可能那么多柱子吧？没错，它有柱子，十几排都柱子，你敢信？连续十几颗肉包，你敢信？这个都是有看过的，真的只有神奇而已，很扯啊！干，这影片是多久了？太猛了，想说大概10000多株就会下课，现在一路冲到了27000多株了。看不能，能不能先拿一个外证呢？现在万枚确定达成了。等一下精算的时候，它不是这个数字，它还会扣一些东西。所以我不是27000株，精算还会再扣。
剩最后四转再给你开的，有够惊险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继续，不要停。动了两次，三次，三次，哦，对到了，对到了，红色的，这个如果再开的话，就是表示讯号还在好，现在才八转而已。三颗星，短发妹，短发，赶快赶快，快找到真子，动了动了，喷烟喷烟，就应该开了啦，其实喷烟呢，八转而已。贞子出现了，贞子快点来，再喷烟，再喷烟，水开了，你哪嘛，这个不开我不信，你这个讯号不开我真的不信。红球，他还有彩虹球，彩虹球避开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这边应该就开了，不用彩虹球。贞子出来了啦，准备嗖嗖掉下来，怎么才一次大脸？哦，三次，三次，三次，还两次啊！我累哥哦，干太扯了，又没开，一直打我脸，这种讯号感觉就要开啊，你又不开。然后刚才一个超小讯号，你就给我开，真的是在哈喽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八十几转，来啊来啊，你有本事这一次就下课啊！干他妈的，明明就刚才要开了，不给开还给我那个。开了，有没有开了就觉得怪怪的，妈的想骗啊，现在还是讯号很好，二十几转而已，二十几转又开牌，有机会变大只的吗？按钮会出来吗？傻想，没有，没有按钮出来，没关系，有开有机会，有开就是有机会再继续连装下去。这一只开完再开一只大只的，我就可以外证了。
继续再开一支，这一支是关键啊。刚才如果下课都没关系啊，但是这一支千万不能下课，这个是关系到外政的。拜托拜托，这一支要开一下，开大支的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讯号。哎，有机会对到数字哦。手要掉下来了，手在动，手一直在动，上面手狂动，对到一，感觉会开，手狂动，哎，两颗心而已，两颗手，两双手。欸，应该算两只手，两只手，又是短发妹，喷烟喷烟喷烟，这里感觉就是要喷烟，干他妈没喷烟，这不会开啦，麦克 gay 啊，这个不可能开的啦，会开就有鬼了，七月还没到啊。没差，现在才十一转而已。手在动，妈的，马上不动。电话卡来啊！这小卡电话进来，又没动作了。哇，白色的没必要，白色最烂了。稳住，兄弟。赶快给个讯号啊！手掉下来更好啊！又不打架了，快点按钮动一下，干不要急来哦，不给外证呢，手在动，按钮不动可惜。一起动的话才有机会哦，这个没用了，这个卖个 gay 啊，卖个 gay 啊，你这个每次都不会开啦，没看你开过，真子接近冲击的汽配，你看这个没用，那个真的没有看他开过，我不知道他到底出来干嘛，出来骗转速的而已，然后。真的不给三万株，手动了一次而已，这个真的应该是下课了。
卡住了28080株，不给30000株吧，卡住了。完全冷冷的，没有动作了。这次真的确定下课了，除非在后面可以复活。下庄后复活，那个超难遇到，我只遇过2次。敢差一点外症吐血，好吧，已经很幸运的漏了快30000株，这边也超难复活的，这边可以复活就爽了，外症达成。没有，没复活。好了，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上也是还不错的啦。